它这个是立体的、哦、你可以用摸的来摸摸看，总共有几颗星。这一次你看看，它把这个 FUX 的新版本加到这里面。对，五代的车子，就从还没发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台车一定要买一台，太好看了。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